虾米，南瓜切开就不算有机，那要怎么拿去超市卖？哎，我们这南，我们自己的南瓜哈，我们是从自己育苗，然后自己种植，我们全省都是用有机肥去管理种植哈。为什么我们整颗的南瓜我们可以当有机的南瓜卖？可是我们只要刀子一切开来哈，它就不是有机的。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不合理啦哈。我如果送到那边去，第一哈，他帮我们截切加工哈，这个要费用，要这段来回的时间这样子。其实可是我们就只有南瓜冬瓜一点点而已啊，哎呀，南瓜冬瓜一点点啊，只是一天为了切个十几片冬瓜这样跑一趟，其实干脆不要卖好了，因为油钱都不够啊。我们现在我们就不要写有机南瓜，就把有机南瓜当一般南瓜卖这样子。